2023年9月14日出生的人的才能，生命的总体能量值为14分，未成年时为11分，成年时为1分，老年时为2分。每个时期的满分是12分。男性的最高能量年龄，第一是71岁，第二是82岁，第三是80岁。男性的最低能量年龄，第一是54岁，第二是0岁，第三是30岁。女性的最高能量年龄，第一是10岁，第二是71岁，第三是46岁。女性的最低能量年龄，第一是66岁，第二是0岁，第三是6岁。不规律的作息和工作可以更有天赋。